饿了。食量，我自己食量很大。我觉得自己是个吃货嘛，我当然是个吃货。日常生活中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吃饭。我饿了，我这会儿真的饿了。最饿的经历，刚好当时我在减肥，没有怎么好好吃东西，在跑步机上跑步，跑到最后真的就是第一次知道说人饿是可以饿吐的，胃根本是空的，吐胃酸这样的，很奇妙的一次经历。这个饥饿感是一种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的感觉。我觉得演员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保持饥饿感的一个职业，观众的饥饿感越来越强，当你没有满足观众饥饿感的时候，那你其实就被淘汰掉了。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就是折腾世界，折腾自己。因为这个饥饿感不是你生理上的饥饿感，是你思想上的饥饿感，你要一直不满足，你要一直去想很多很多事情，一直去接触新鲜的事物，这过程中你发现自己的不足，你才觉得自己的大脑饿了。最好吃最喜欢的其实还是面类，不管是日本的骨汤拉面、油泼面、无汤面、饸烙面、烩面、拉面，我觉得面是最喜欢的。